早晨，吃了早餐没？神清气爽的一日，不如就从音乐开始吧。听着靓歌，跟着节拍，精精神，音乐伴我行。早晨，早晨，欢迎收听 AM 1450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。现在收听的是《精精神音乐伴我行》节目，我是谭美媛。每日朝早都会为大家揀来一些开心轻松的歌曲，希望可以令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日。今天首先揀来的这首歌也都非常之阵容庞大，是由很多位歌手合作而成，包括有 Teens、古巨基、李克勤、林峰、陈伟霆、容祖儿和谢霆锋。哇，这么多位唱将一起，他们合作的是什么歌呢？这首歌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很熟悉的了，就是《完美这一天》，马上送给大家。可不可歇一歇，释放一降温，是爱恋的人看满天星辰，但愿将刀枪剑戟放低，数天要庆祝一阵，万众都欢腾。这世界多美好，要看得更高，从头出发便有路，从来我都自定，如你放前猛火，应能共舞。你可以奔难，我继续扫下，共我紧贴着吧，忘记了争拗，分个黑白也要拥抱对骂，何妨今晚这一天，你听我的，我听你的，你每种心情尽快说明，他跟他不必有一致的发色，也笑得高兴，而不必火拼。这世界多美好，来跟我漫步，何时出发亦有路，从来我都似冰，而你仿似猛火，亦能共舞。你可以奔难，我继续扫下，共我紧贴着吧，忘记了争拗，分个黑白也要拥抱对骂，仍然温暖吧。你喜爱初夏，我渴望雪花，但也相似是吧，也盼着休假，怎判决高下，世界的你我他。要新刺激，要庆祝欢唱，这一天会兴奋的，会尖叫的，属我这一类，这一天会欢笑的，会沉闷的，属我这一类，这一天会起舞的，会歌唱的，属我这一类。咁多位唱将合作嘅呢一首《完美这一天》，唔知道你有啲乜嘢感觉咧？嗱，咁可能问到，你觉得点样先至系完美嘅一日咧？相信唔同嘅朋友一定会有自己嘅答案啦。咁有啲人就话，
哦，如果能够自己的工作完成得特别好啦，咁就唔会愧对自己一日嘅辛苦啦。如果将所有手头嘅嘢都完成晒，然后可以好安心满足咁落班，翻到屋企咧又有温馨嘅家人陪伴，仲有热气腾腾嘅饭菜准备好喺台上边，跟住一家人食饭啦，食完饭之后睇翻部自己中意嘅电视剧或者综艺啦。临瞓之前睇翻本书，最尾能够安安稳稳咁样瞓翻一觉，嗱，咁呢一日咧就应该讲得系完美啦。咁亦都有朋友就话，哦，完美一日啦，咁就系早上起身嘅时候见到有太阳啦，跟住早餐咧食得相当啱胃口啦，跟住件衫咧又着得好舒服，再加埋上班嘅天气啱啱好啦，又唔冻又唔热。路上边又有花草树木养眼啦，再加上有蓝天白云啦，再嚟多个吱吱喳喳、开开心心嘅同事，同你一齐度过愉快嘅一日啦。咁样嘅状态，应该讲都算系完美嘅一日吧。咁唔知对于你嚟讲，点样先至算系一个完美嘅一天呢？咁对于学生哥嚟讲，放假时间完美嘅一日会唔会就系话我可以玩翻自己心爱嘅玩具，哪怕系电子游戏，都可以系非常之开心嘅一日呢？你又点睇啊？送俾你啊，嚟自 eKids 嘅玩玩具。还在每天找我吗？技术是想我动用吧？还问我医好心痛吗？无人陪我习惯到吗？什么你亦聊不起？或者一早心死？旧情人怎能变知己？难道我做你爱的玩具？夜来无事想过去，幻想某段情节就流泪，难过都叫谁亦赞许。其实快乐退出不是罪，不怕谁再吻你嘴。若失恋很累，宁愿玩得更累。娱乐难道不懂去取？年没有星星给我数，仍能睡得好工作到。明谢你的心地太好，原来无法被你激到。难过我亦无心机，事都早不关机，扮途人可能更可喜。难道我做你爱的玩具？夜来无事想过去，幻想某段情节就流泪，难过都叫谁亦赞许。其实快乐退出不是罪，不怕谁再吻你嘴。若失恋很累，宁愿玩得更累。娱乐难道不懂去取？让你排今天的榜尾，问你可忍受得起？有你的从来未想起，对你可否算惊喜？其实快乐退出不是罪，不怕谁再吻你嘴。若失恋很累，宁愿玩得更累。娱乐难道不懂去取？其实快乐退出不是罪，不怕谁再吻你嘴。若失恋很累，就散一片眼泪。善变你凭什么亲我嘴？
如果话对于小朋友来讲，可以玩自己喜欢的玩具，还要可以玩回成日那么久的话，应该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很完美的一天。有些朋友就说，如果能够读一本幽默的书，笑一笑先，一早上起身有一个愉快的心情，然后的话来一个丰盛的早餐，可以给自己储备好足够的能量，然后再留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，静下来思考一下，今天我喜欢做什么呢？我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？同时的话呢，也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心情，想到之后开始去做，做到自己开心的事，自己喜欢的事，接下来一定会是一个欢愉的一天。好啦，一路做一路很开心地分享，然后吃中午饭，跟着静心休息一下。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生活节奏是很快的，但是不时地能够停到下来，能够静自己静心地去欣赏去观赏，有时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。如果你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感受，这一天可能对于你来讲也是非常完美的。人生呢，话长不长，话短不短，时间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都是公平的，就好像银行的存款那样，你将多少东西存下去，你又可以拿回多少东西出来，甚至还可以拿得更多。那就在乎你存的是什么东西了。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关心妍的一首《人生银行》，听下他又怎样去演绎《人生银行》这个概念呢。还记得这一本簿里有些谁，还记得一起贪欢过那些罪，无限额沾像烟吻，留待结算一流泪，存入过的最好不期盼提取，还记得风光开演业债跟随，还记得亏空很多没法可追，坏记忆斟酌下去，难重新找个伴侣，愿放低这寄望，不阻我寻人之旅，无数夜里无数泪水，锁进保险附加万缕，拒绝打开过去和当中某一些爱侣，无法面对无意索取，处下会重复这心碎，你别再定期说，记住每月提取，由他摆一百万岁。难过的应该狠狠尽快清除，留太多不开心的浪费资讯，生不太顺畅，为何秋天要算账，尚有金色季节，捉紧有余的去休养，无数夜里无数泪水，锁进保险附加万缕，拒绝打开过去和当中某一些爱侣，无法面对无意索取，处下会重复这心碎，你别再定期说，记住每月提取，谁稀罕悲痛万岁。无数夜里无数泪水，装进黑箱里装下去，拒绝打开过去，当苍天太狠的证据，无法面对无意索取，砸下入时的深海里，再为往事憔悴，世道也未容许，胡口取笑更干脆。Thank you.
如果能够在烦嚣快节奏的生活里面，令到自己保持乐观安静的心态，令到自己每一天都觉得有滋有味的话，相信你的生活就会是非常之满足的了。但很多时候人活在世上都会有一个问题，经常在问自己，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呢？那我们活着又为什么呢？好像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但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。相比来说，怎样的人生才算是完美呢？有人就说，如果拥有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如果拥有理想和信念，那人生应该是算完美的了。但是只是想而不做，又有没有可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呢？如果你只是说，哦，我等啦，机会总会有来的一日的，那我一日一日地等下去，相信一定可以等到我自己想要的那样东西。但是只是等，是不是真的得呢？送给你沈振轩的一首《一天一天等下去》，看看他又会等到什么。再步昨天路径，仍然梦你的眼睛，仍然梦你再入我生命，跟我再掀起热情，仍然没法接受你的决定，仍然未懂得究竟，仍然没有放下我心愿，只可惜你已走远。一天一天等下去，没有想过抛开这份情，一天一天再未见，难道爱上你没法清醒？难道我永等不到解脱的一天，只有追忆跟幻想打转？若然没法再见，就算多么痴情，其实爱你永远是泡影。来让我痛哭一声，解脱这一天，心里轻轻洗去你的脸，独行就当永远断送这片真情，人不再妄想能遇见。仍然为你再步昨天路径，仍然梦你的眼睛，仍然梦你再入我生命，跟我再掀起热情，接受你的决定，仍然未懂得究竟，仍然没有放下我心愿，只可惜你已走远。一天一天等下去，没有想过抛开这份情，一天一天再未见，难道爱上你没法清醒？难道我永等不到解脱的一天？只有追忆跟幻想打转。若然没法再见，就算多么痴情，其实爱你永远是泡影。来让我痛哭一声，解脱这一天，心里轻轻洗去你的。就当永远断送这片真情，人不再妄想能遇见。当一日一日咁等落去，你又会等到咩呢？很多时候，当一个人被世界上所有的好事包围的时候，他
佢最感受唔到嘅咧就系亲情、哦。不过当佢遇到挫折、失败、伤心，觉得好困难嘅时候，佢第一个谂到嘅咧就系亲人啦。呢、这个时候佢就会知道亲情其实系最最重要噶。佢可能要等嘅就系亲情、哦。咁而对于爱情呢，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话，正系因为对爱情嘅向往、对知识嘅渴望，以及系对人类灾难嘅深深嘅怜悯啦，先至会构成咗佢人生价值观嘅精髓。所以话爱情喺生命中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噶。有啲人为爱而痴狂，有啲人亦都因为有咗爱而有一个完美嘅一生。能够感受爱，能够去爱，能够被爱，人生亦都可谓系圆满啊。傻在为你卖完了讨好的把戏，被你把持如纯良机器，演习更动人语气，然后换来晦气，是作傻花枪趣味。傻在为你任情绪堕落未逃避，不管安危浮沉泥沼，当作极乐园地，还到世上唯有你才令地球更美，明知等于宠坏你。如果世上没傻瓜，谈恋爱将会淡化，转得太尽还可拥抱吗？如何估计回报多寡？如谈恋爱为着成家，若代价太高昂就变心吗？恕我在燃烧中结疤，纯因信奉我任性的火花，哪怕辱骂。傻在为你没投机玩足我心理，没有保留名言迷恋你，明白我未赢到你，赢尽别人叹气，避开专家的见地。傻在为你像孩子不懂得对比，这种坚持如拿来工作会练就奇迹，宁愿拒绝忘记你，我自在来斗气，泪光怎可遮盖傲气。如果世上没傻瓜，谈恋爱将会淡化，算得太尽还可拥抱吗？如何估计回报多寡？如谈恋爱为着成家，若代价太高昂就变心吗？恕我在燃烧中结疤，纯因信奉我任性的火花，哪怕辱骂。放低智商，谁人又有福美问价先付账，傻人自有傻乐，未为了中奖。如果世上没傻瓜，谈恋爱将会淡化，算得太尽还可拥抱吗？如何估计回报？从来不介意做傻瓜，莫问有可能为瞬间。听过有方力申嘅一首《如果世上没有傻瓜》，亦都将我哋嘅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啦。多谢你收听本期嘅《天星神音乐伴我行》节目，我系谭美贤啦。我哋听日同一时间 AM 1450见啦，拜拜。